已无法停，紧急通知已有存上锁通知，即将进入地界程序，如需线上咨询请按零。请稍后，为您转接华语客服。请稍后，为您转接华语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收到一个电话，说我有什么上庭的程序。老师，您有上庭程序？对。可以给我您的姓名以及护照号，我帮您查询看看吗？你们给我打过电话，你们应该有这个信息啊。我们这边如果要查看的话，就必须确实是本人。那你看一下，你可以查一下，从这个号码过来打过来，谁给我打过来？你问一下他好吗？从这个号码查询你们。对啊，谁给我打过来这个电话？就是你们的号码给我打过来电话，你可以问一下他好吗？具体您是谁？这个我们不晓得。如果您要查询的话，我们必须要有您的这个护照号或身份证号，或者是您的姓名。但是谁给我打过来的，你们应该知道啊。你打过来这个电话，具体通知是通知您什么事？什么？我说具体是通知您什么事？我没听清，应该是什么上庭的事情吧？上庭的事情，如果需要查询的话，我们必须要留下您的姓名和这个证号。那就算了，那你们给我发信件吧，发信件通知我吧。嗯，好。